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市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君。您知道吗？在基隆市政府当中，最会管的出事到底是哪一个呢？答案是民政处，他们很会管哦，从出生管到死亡，而且还管了地方建设，可说是我们地方上的土地公。今天很荣幸哦，邀请到我们民政处处长，要带大家来看看民政处近年来所做的成果。我们欢迎基隆市政府民政处处长王于森王处长。主持人好啊，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市民好朋友，大家好。处长好，要看这个民政处所做的事，近年来很受欢迎的就是我们的集团结婚。要先带大家来看看，我在去年的集团结婚，我们是选在古迹办，深获好评。那过半年，被当时正在收包裹的新郎，一对一对的新人携手走红地毯，幸福洋溢，像是走星光大道，接受众人的祝福。请新人交换信物，把自己的全心全意交给对方。基隆市民联合婚礼首次在刚修复再利用的旧渔会正滨大楼举行，现场满满的怀旧风格，五十对新人走红地毯，意义非凡。就还蛮开心的，对啊，有办成。期待很久，期待很久。会觉得这里是一个古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是想说，就是穿这样子的话，会比较符合这边的风格，这样子。对。那当初会不会担心办不成？会一直很担心。受到疫情影响，原定六月举行的联合婚礼延至九月举行。市长林佑昌致辞时献上祝福，他也恭喜许多新娘都已经怀孕，祝福大家早生贵子。是缘分的一个新的起点。那我知道今天我们在座的新人哦，有很多人是喜上加喜啊。我们今天在场五十对，有八对已经怀孕了啊。所以是不是大家给今天所有五十对新人啊，这个最热烈的掌声祝福他们啊，这真的是值得贺喜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刚刚在讲市长很希望我们不只要早生贵子啊，我常常在讲说一拜一个上班啊，上好一拜生双生啊，安尼较紧啊。祝福你们从今天开始就一起携手共创美好的一个未来。那一定不能免俗的，这是我们林市长最关心的哦，一定要扎心贵住哦，早生贵子。那我觉得我们就用行动，我们用生产力来提高我们国家的竞争力哦。那最后我们就也祈祝上天祈福各位新人天长地久，钟爱一生。疫情期间，市政府举办联合婚礼，还可以抽大奖、搭邮轮，让新人留下满满的回忆。基隆市近年来的这个集团结婚非常受到瞩目，而且深受好评哦。我们要请教处长，其实近年来每年都有亮点，都有新的创意，要请处长跟大家来分享。好，我想谢谢主持人哈。那我们基隆市集团结婚其实已经成为我们一个特色哈。那其实我们基隆有好山好水，特别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海港城市哈，有这么好的美景，其实我们当时在思考集团结婚，就希望能够打造一个让基隆成为一个甜蜜浪漫的一个甜蜜产业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们在思考集团结婚，就是必须结合我们基隆市本身的优势。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在规划，就希望结合我们海洋的一个特色资源，来打造一个让很多新人难以忘怀的一个集团结婚的一个方式。那以往呢，我们集团结婚其实过去是都是在市府的礼堂举办，那非常的传统了哈，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到，以往如果说办集团结婚，就是很多对数，然后在双方的一个见证可能见证之下，然后互相这夫妻交拜，这类似这样的鼓礼来举办。那但是后来的这样的形式，很多新人他不愿意报名哦，他大概就会看了是不是奖品比较好，他才来。所以我们每年那时候办，原本设定的对数几乎都是不足额，啊不足额的时候变成要拉市府的同仁来参加哈。好，那到后面之后，我们就思考说这样子的方式不会吸引到市民朋友来参加。那也知道，因为现在的晚婚非常多，而且从现在结婚的仪式，从民法登记
仪式婚变成登记婚，所以很多新人他现在也慢慢的他变成他可能就登记到户所去登记结婚就好了，他也不再举办任何的婚宴哦。大概如果说话，大概是因为家中长辈的一些要求，那我们就思考这集团结婚会让很多新人愿意来，那所以我们在第一年的时候开始筹划，好，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结合户外的一些景点，我记得第一年那时候开始筹划的时候是在和平岛，对，好，那后来整个我们基隆市的一个观光环境的一个改善之后，那游轮基隆开始成为游轮母港之后，我们从108年第一次在游轮举行，好，那一次基本上在公主号，那很多新人非常的有意愿，好，第一个很多人他可能没有机会上游轮，而且是在游轮上举办婚礼。那抽奖，对，那同样的话就是更重要的是那时候游轮产业业者的配合啊，提供非常大项的奖项让我们来做新人的一个摸彩啊，所以我们从108年在公主号举办的这个游轮婚礼，好，那受到非常大的好评。我记得那一年我们报名的时间早上排就已经前一天晚上哈凌晨的是有很多人去排队了，他就拉椅子在我们办公室楼下在开始排队。那几乎是秒杀了哈，那所以我们就思考说，希望每年透过游轮的一个方式，奠基我们基隆发展一个特色产业，也就是结婚产业，婚宴产业。那这个部分也要结合我们当地的婚纱业者哈、喜饼，还有饭店业相关的一些业者来做一个打造。那在第一年这样的发展之后，其实每年的报名对数变成我们必须要抽签。那原本也只有30对，后来在各方的要求下，我们就增加50对啊。那50对之后，我们在这几年就是思考说，怎么样去把这个产业能够扩大。不过后来因为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那游轮就没有办法上去哈，所以我们开始就思考说，那怎么样再去做这个转型啊，也就变成我们这几年在可以看到如果前一阵子大家很多市民好朋友参观我们陈博会。也看到我们整个第二历史基隆场景的一个规划，好，有到这个我们的大沙湾，或者到镇滨与会大楼，或者是要塞司令部，好，观或孝顺宿舍，可以看得出来这几年在整个文化建设上、古迹的修复上，我们花费了很多的心力。那所以我们决定在这个婚礼的定位就是古迹的巡回婚礼，所以在109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就改到这个要塞司令部，好，还有孝顺宿舍。还有杠子寮炮台这部分来取景。那其实很多新人他觉得这些景点过去哈，他会发现基隆大概可能对基隆的感就是大概有海，好，可能就是一个港，可是或者是庙，可是很多美景其实很多新人他没有办法没去过。那所以再加上这几年色彩屋的一个创造，好，所以整个观光廊带的一个兴起之后，我们把这个定位做古迹的婚礼。那很多很多新人他觉得这样的一个构思非常棒。那也有让他们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感觉，也就是在时空的一个跟历史文化的一个交错之下，啊，它营造它不一样的一个婚礼的一个意义啊，啊，所以在109年我们是用古迹婚礼，那在去年就在新修复的镇滨与会大楼，也是我们这一次陈博会的展区，那相信很多市民朋友兴趣看过，会发现过去破旧不堪的旧与会大楼怎么变成转型成为一个这么漂亮的一个景点，那结合这个色彩屋刚好是在我们镇滨渔港的一个周遭廊带，那去年的部分也让很多新人感受到他们真的报名发现他对他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可以在这个整个具有这么特色或者这么有历史性的一个建筑物里面来举行，那就是我们这几年在举办联合婚礼最主要的一个目的。那其实不包括整个活动的形式了哈，其实也非常感谢我们基隆市的很多产业哈，包含这些婚纱产业、饭店业的配合。所以为什么很多民众要报名？第一个，我们每个报名的新人都有参加奖哦，这参加奖包含市长赠送的金铲子，那这非常特色有意义的哈。那当然也有婚纱的一些免费婚纱的一个拍照哈，那加上一些电子产品哦，可我们也都每年希望让他成家立业之后马上就可以运用到，包含什么扫地机器人啊、除湿机，这对可能对每个基隆市民都非常需求的。那再者，最主要是游轮的奖项啊，那很多业者他也愿意提供游轮的这个套装的行程，让所有的市民朋友这新人50对新人来做一个摸彩啊，
那其实这个东西也非常吸引很多新人的一个期待哈。那当然也有很多这个喜饼啊，或者是这个婚纱哈，或者是那个饭店业的饭店提供的一些套装行程或房间哈。我想这个部分当然这些都是希望我们在未来整个基隆市最重要的一个人口政策上能够做一个帮助哈。因为你也都知道现在整个全国的出生率是下降哈，在今年国安问题对国安问题非常大，那今年已经下降到150,000人哦，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那所以因为要生育必须要先结婚哈，所以这部分就是我们在规划整个人口政策上非常重要的一环。好，那除了集团结婚以外当然还有我们在集团结婚前还有一个所谓的未婚联谊。那未婚联谊在之前没有办过，那以前的联谊大概都会想说是不是公家办的联谊大概一定是公务人员，对对，或者没有什么趣味啦，就很形式，可能就是大家见面聊聊天这样子。那我们那时候的构思是前几年在日本有一个非常有名就是恋爱巴士，那他就是用恋爱巴士的方式，然后让很多人要谈恋爱，因为之后透过这巴士到哪个行程这个景点，然后透过互动然后增加彼此的感情，进而相识，然后之后有希望能够作为一个爱的结合。那这个方式我们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形式来报名。那其实刚开始宣导可能因为宣导关系，可是我会发现还蛮多人愿意来，不过当然这个男女比例也是蛮悬殊的。你知道那个 APP 啊，这种交友 APP 超受欢迎的。对，现在大概很多都是靠电子这个社群软体来做那个，但实际上可能要认识实体，对，第一个是非常安全，再就是你透过这样互相面对面的见面，其实更了解对方，也不会有被受骗的状况啊。这个是带我们的，也希望透过这样联谊的方式，所以后来几年就是用恋爱吧，然后我们都安排到海科馆。也曾经来到朝觐哦，那我们除了做一个很多互动上的认识跟一些游戏以外，我们还有提供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烛光晚餐哦，让所有人在那边，不管你有没有配对成功，都希望能成为好朋友。那当然这几年我们配对了不少，我们配对也大概有几百对，我记得这个数字哈。那后来也有在有就成为对结婚的哈，所以这个希望办的过程是希望。透过这个未婚联谊，让更多这个，因为现在因为工作上的压力，那太多越多人不婚，那所以他根本或者是工作关系，他根本没有机会认识另外一半，那所以说我们透过这样方式来办理哈，那这样子这几年的也得到不少的成效，那也很多人就是在我们在举办之前都会问说什么时候要开始恢复办理哈。那去年我们是接网红了哈，再跟网红来做一个搭配。那这网红其实他搭配就直播，我在网上直播，他们互动过程，甚至有些游戏的过程还参照最去年非常红的这个韩国那个鱿鱼游戏里面的一些韩国的一些游戏的一个桥段哈。那其实让所有的这些未婚男女得到不少的一个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忆哈。那进而他们今后下一步的一些交往。我想这个其实从未婚联谊开始到集团结婚，这就是我们在基隆市人口政策上必须要建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哈。那当然重要的是要生育哈。那生育的部分，我想少子化的问题，其实这几年各县市都有推出所谓的生育奖励金。那基隆市从1984年就开始就是一胎20,000嘛哈。不过我想这个除了因为奖励金之外，除了是刺激生育以外，其实最重要还有很多人口的政策的一个配套，所以要养啊，对，所以要养，所以就包含说0到2岁的托婴，然后到2到学龄前的托育哈，这个部分在整个中央政策下跟市府的一个努力，其实就希望在建构出一系列的人口上的一个，不管是生育跟教育的政策上，让基隆市人口。率可以增加哈，这个其实是我们要审慎面对，所以我也希望各位市民好朋友，其实真的我们基隆现在推希望真的是乐生哈、愿婚哈、好养哈、这个部分是希望我们来好好推动。那当然你如果真的是现在已经有对象哈、那我们6月30号集团结婚要举行报名在我们中正行政大楼早上9点到4点哈。
重点来了，今年的重点来了。总共有50对，那我们报名完4:30会举行公开的抽签仪式，放心，这个绝对是公平公开公正。那是不是幸运的新人？我希望各位市民好朋友能够踊跃来报名参加，啊，为我们基隆市的人口来增加一份心力。对，我们可以看民政处真的很用心，这一次的集团结婚，他们还特地去取景哦，快可以看。像我们结婚的过程非常繁琐，你参加联合婚礼，你不需要去想这些繁琐的事情，都由基隆市政府帮你做一个包办。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各位期待已久的联合婚礼即将要在今年的8月31号来举行，我想大家非常期待，特别是我们很多正在恋爱中的男女，你期待一个梦幻美丽的婚礼。结合在基隆的美景、山景以及所有的城市的空中花园里面，让你们可以追求幸福来参加这个活动，也结合了所有的赞助厂商，包含八朵婚纱、包含庆安宫以及基隆港公司所提供的场地，我想会在你们人生记忆中成就出一个最好的一个婚礼的形式。在6月30号，我们即将在中正行动大楼举行报名会，诚挚邀请一定要来报名参加。在8月31号，我们在厂公司的空中花园举办联合婚礼，我想这个绝对是你一生所期待的一个回忆，一定要来报名哦！幸福基隆港，恋恋山海城，值得你来参加。真的，大家一定要提早来报名。不过今年不用拿椅子在那边排队，全部线上嘛，到时候就抽签，是不是？我们就现场报名，然后就。马上就报完名就抽签，就抽签，对对对对哦，所以都很公平，不用再担心先到的人有，不用先到先赢，就是一定是公平快抽签，对。而且我觉得民政处真的很用心哦，因为他们的同仁都可以下来当 model， 也希望他们透过这样自己穿婚纱的形式赶紧找到下来。是，而且重点是民政处还可以串联很多的产业，我记得连宗教这样庆安宫的产业这样一串联进来，而且他们都很有心哦，只要成功就包个大红包给你，对不对？是，也感谢庆安宫，因为他们有一个月老的那个的祭拜哈，应该是非常灵验哈。那我们通常在办这个，尤其未婚联谊的时候，都会先去祭拜月老，好，希望他们牵红线，有月老的保佑。好，那像刚才必须要看到，我们今年的联合婚礼是在我们港公司的空中花园，那个还没有开放哈，因为本来陈伯会，联合婚礼是要陈伯会是在中间来举行，是，但是因为场地的关系，那今年改到8月31号。不过我想这个，在这么美丽的山景跟海景之下，我想这个空中花园的造型哈，一定是要让很多参加联合婚礼的新人有一个更美好的回忆。是，就是虽然没有在真的游轮上班，但是站在像游轮上的我们的港公司一样有那种感觉，而且可以看到基隆的山海美景，这就是我们的产业幸福。那说到我们民政处的员工真的是非常的优秀，像民政体系在这一次疫情爆发的期间，他们都化身成我们的快递员加包装员，我们也快来看看。一声令下，基隆市仁爱区公所同仁开始将泡面、口罩等物资放进一个个袋子里。除了有这一个这个快食的这个调理包，好，有快食的调理包，然后这个泡面是一定有的哈。另外这个有饼干啊，然后另外像这个好的这个麦片，好，我想这个是这个我们特别去采购的哈。也希望给民众大家有更好的营养，然后酒精，这个有垃圾袋，啊，另外有口罩。那如果家里面有这个1岁以下的小孩，或者是65岁以上的长者的话，那我们基隆还有配送这个血氧机，好，让他可以在家里面去监测他的血氧的情形。那另外这个因为还有确诊者有同住的一个家人。所以同住的家人也会有配发公费的一个快筛，那这个就是看你家里面有多少的大人或者是小孩，我们就依照规定，大人是3剂，然后小朋友是2剂，
家里面有多少人来做配送。不只负责包装，辛苦的李干事还要兼任外送员，将一个个关怀包送到申请居家照护的确诊者家门前，让拿到关怀包的民众相当感谢。我老公有收到那个隔离包嘛，然后里面有一些快筛剂啊，所以我们那个同住者可以快筛阴就可以出来，所以这个对我们帮助很大。所以感谢各位同仁。就是有这么多我们民政处优秀的同仁，让我们的基隆很顺利的度过这一次的疫情。我们要请教处长，其实动用这样民政体系的力量，其实是很有效的，对不对？我想从疫情一开始，我想才两年前，我们民政系统就开始在执行居家检疫的部分，就从国外回来的一些国人，但回到检疫的部分，我们就进行关怀的动作。所以从两年以来，我们民政系统在整个防疫上是确实做了很多的工作。那特别是今年整个本土疫情爆发的时候，基隆是因为走在前面，那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民政系统就要开始动，那时候包含重点区域的一些监测，还有这个那时候因为三系的数量问题，所以那时候我们要做一个重点监测，那包含原本的一些防疫的动作，其实在过去这一两年来，民政系统的同仁其实都非常有经验。那其实可以回想到去年的这个集中施打这个长者的疫苗，我想很多家里有长者都知道，就是说大概我们的安排下，包含整个集中施打点，然后还有所谓的这个疫苗专车或者疫苗的计程车的一个安排。然后分区分离，分时段分流的方式，那我们相对都是我们在之前就要发送所谓的这个通知单，疫苗通知单，然后通知长者来施打。那所以还要包含整个除了我们卫所团员跟医疗人员注射疫苗，所有的一些接待或者是一些填表的工作，大概都是我们民政系统来协助的。我想这个确实在对民政系统的同仁来说，从疫情一开始到现在，几乎每天都在做防疫的工作。那今年的因为基隆是本土疫情走在前面，那时候中央希望我们执行一个普筛的一个动作，所以也就是我们后来在4月5号到9号所执行的一个全民防疫爱心筛检。那时候中央是希望我们就是以筛代取代隔离，然后以这个快筛来取代这个 PCR。 你们听到我们昏倒。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要发的过程里面，其实因为那时候三剂数量确实是不足，所以我们在执行的过程，我们总共发了79000多剂哈。那在不同时段有各区来发送，那隔离来发送啊。不过当然那时候有一些怨言啦，因为数量不够，所以很多里分发数量一到就已经发送完了。但是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整个发送过程里面，在执行上也希望让民众能够确实能够找出社区感染源，那民众对他自己的健康监测有帮助。所以在执行的计划，我们一开始就在做这些工作。那再来就是随着疫情的变化，针对一些重点里的一个监测，其实我们都是要靠过这个。那其实这些关怀包过去居家检疫的关爱包都还有在送，后来之后我们开始推这个居家这个确诊者居家医疗照护计划，从4月19号开始，就是从确诊者到跟同住家人隔离者，他如果申请这个医疗通道之后，我们就要发送关爱包跟筛剂还有血氧剂。但这部分才刚才看到的这个所谓 PCR 里面，其实确实我们那时候同仁变成真的都是所谓的外送员，整个生产线的一个分装员，从这个物资过来之后，他要把它装成袋，然后还要按照卫生局所提供的一些居家照护的符合的名单，他的名单里面有多少同住家人，然后发多少筛剂，刚才陈市长在书上讲，就是成人3剂，小孩2剂，然后要算他这个家户有多少人在隔离，那我们要算好数量。然后呢，他如果是70岁以上需要血氧机，我们还在负责血氧机。所以每一个动作，在一个家户的这个确诊者的旁边，我们必须要做一个，以免送错。所以这个几乎每天所有的区公所同仁民政同仁几乎都在做这些动作。然后晚早上名单下来之后送进来，下午
就要赶快去运送，因为变快递公司，对，他就变成送货员。嗯，那你要知道，因为当一开始的时候，有些住户或者是一些社区，他并不准我们进去。后来我们当然有跟他们沟通，后来也是中央规定说这不能拒绝，所以我们也我们的同仁也要冒着风险要到这个家户去，当然没有进门啊，但是他变成要上楼，因为整个除非是，因为他还不能出来、啊。对对对，然后在管委会，他基本上的管理员他也不会帮你送上去，他变成我们要进去。好，刚才看到的就是我们也可能按电梯，然后到家户再通知，整个确诊者的同住家人好过来领取。好，我想这个每天在从这个执行到了大概有一个多月，好，就每天就同仁几乎都是没有休息。所以很多李干事甚至因此而确诊，好，很多确诊。那时候人力也非常吃紧，因为他每天是要承受这些风险。好，那当然就是运送过程里面，甚至还有同仁可能在运送过程有受伤跌倒的也都有。所以我这边现在也非常感谢他们，因为他们真的那一阵子，从包装然后这样运送，每天大概要做重复，然后早上的名单下来，下午中午前送完。下午又一个名单，又有名单，帮完全送完，对，所以几乎都在加班，好，几乎都在加班。那所以从大概在五月十九号之后，五月二十二之后，我们开始因为整个数量因为已到一个饱和，我们开始就寻求整个物流管道的一个通路，希望透过其他平台外送平台来发送。所以转转从四月十九号开始到平台之前，其实我们平均每天一个区大概要发上大概2000，哇，其实非常多，超多的，对，数量非常多。然后到后面我们就转给平台去处理。那现在到现在，我其实很多县市其实关怀包的已经没有在发送，但基隆市现在还有。也就是说现在你是申请居家的照护的通道，目前我们还是有平台在发送。好，现在还有，好，只是说只是有我们名单会交给平台让他们去用。那这一个是说，其实该做防疫工作，真的民生系统是真的是付出很多的心力哈。那在这边过程里面，当然也很容易遇到一些可能一些民众有一些小小抱怨或者是一些误解。我想在这边也要跟大家道歉。不过大家都很辛苦了，而且谁也不愿意真的为防疫，大家心情都不是很好。不过这个我们在这部分我也跟各位同仁勉励，就是说这个都是这个过程、这一个过程，然后很辛苦，但是这个可以让大家能够理解，然后也可以获得大家的肯定啊。这个是在我们在这部分，甚至我们的关爱中心，我们也同步四月十九启动这个居家关爱中心，那有民政署来组织，当然也很多事务同仁都要轮值。我们有同仁到现在几乎每天还在关爱中心，因为关爱中心还没有停，啊，目前还有，虽然现在进线数比较少，对，还要接。那接电话，你要知道民众打电话进来很多，也有很多他的一些心声啊。那我们跟同仁说这个要同理心，那耐心的去解说，慢心去讲解，其实压力也很大。我相信这个在整个防疫过程里面，那现在当然随着疫情比较趋缓了，尤其在基隆市，不过我们目前的所有的防疫都还在进行。从上个礼拜我们才把长者第四剂疫苗哈全部集中施打才整个完成，然后后面如果是未来整个市府还有一些需要这个在注射疫苗部分，或者是幼儿或什么要相对的部分，整个防疫上我相信民政系统还是会在来协助来配合，好，希望把整个全市的一个防疫工作能够把它做好。那也希望疫情啊这个能够趋缓之后，能让大家过一个正常的生活。真的是市民最大的后盾，因为照顾了所有市民的大小事。而说到民政处，真的是很会管哦，从出生管到死亡，而且还包括了地方建设。在地方建设部分，小到就是水沟塞住，或者是比较大一点，比如说是像是里民提出的一些诉求、需求、游乐设施什么，其实我们都是民政处这边在处理。我们要请教处长。我想这确实啦，就是民政处业务当然是非常非常多，也非常的杂。那当然市府各局处有他专责的一些业务上啊，不过因为民政处跟基层的建设比较有关哈，大概有一些刚才主持人讲的说，包含水沟盖啊，或者是除草啊，或是绿美化啊，因为这些是比较零星的、比较小型的部分，那有些基层上都会提出建议。
好，那提出建议之后，然后我们就会按照他的建议来评估，那是否来施作。那等于说，当然有些李明他反映的，比如说有些事情上需要，透过区政到民政这边，那我们就要赶快去帮他解决。那如果是需要是否其他业务单位，比如说公务处，包含比较大面积的道路的修复，这个可能是相关的单位会来协助。也所以说，业务上是非常杂，有时候反映出各种基层的建议哈，或者他的需求，那我们来做一个评估，然后再做一个办理，希望能够立即能够解决民众的一些大小事，那有些民众的一些反应，也希望能够马上来做一个处理。好，所以说可以说你看到周遭的一草一花一木哈，啊，或者是公园上一些邻里公园的一个维管，其实都是我们民政在协助来办理。那所以这个民政顾名思义嘛，就是以基层哈，以人民为主哈，所以这个相关的业务当然就是比较多了哈。对啊，但是我们也是非常努力啊，只要民众的需求反映，我们就立即来做出。所以真的很像我们的地方土地公哦。而说到这个土地公，就要带大家来看看民众的信仰中心，比如说像是寺庙或者是我们的教堂，其实也都归我们的民政处所管哦。我们要请处长来分享，其实在基隆呢，我们重要的信仰中心在整个评比当中都是获奖的，在整个台湾在中央评比中都可以有很好的绩效跟奖项。要请处长来跟大家分享是有什么样的亮点。我想整个宗教信仰跟这个祭祀活动哦，其实我想在包含基隆市或全国都是非常重视哈。那对于整个尤其这个宗教是心灵净化哈，是一个信仰寄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哦。那所以我们在整个宗教的一个辅导上哈，我们基本上是希望采取一个辅导啊，朝向一个正向哦，希望能够改善这个民心，净化社会风气的一个职责。那其实基隆市的有登记的寺庙目前是大概有230座。哇，那其实很多宗教寺庙，因为过去它没有登记，是因为过去它的在过程上，因为有些它可能在土地的取得，对，或者比较小，或者是一些我们讲叫征讨的土地公庙，它当时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些历史的因素，或者是过一些传统，然后他们就祭拜在那边，到这慢慢大之后，那这些像这种公庙，我们就希望辅导他之后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做一个管理。好，那当然在基隆市怎么讲，我们也知道台湾的宗教信仰当然是佛道，佛道大概是做一个混合，那大概是以道教的最多了，道教最多，那再是佛教，那主祀的这个神佛哈，其实非常多元，大概比较多，但是因为基隆靠海哈，当然这个天上圣母妈祖，那妈祖啊，这个其实也非常多。不过最多还是以土地公，我们福德正神，那还有这个佛教哈，其实有大众哈。那其实各个区域的这个宫庙都有不同的一个特色哈，会也他们也都是在整个宗教信仰上都是各区的一个重心。那特别他们在对整个社会公益上哈，社会服务上，还有这个整个净化整个这个民心上，他们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所以内政部每年也都会叫我们评选这个宗教的一个公益的一个奖，好，那希望让我们去甄选，然后让整个去颁发他们这个公益的一个团体奖励哈。那这几年当然有几个公庙他们表现都非常好哈。其实很多公庙表现都很好啦，都很好。不过就是说，整个每个在做公益的过程，资源不均啦。那但是这几个公庙，像我想这个像极乐寺哦，因为它是佛光山的一个团体，那它在每年在整个推广素食的一个活动上，还有就是重点是他们经常到这个看守所，在做一个教化的一个工作。那当然一些。对一些物资的捐赠哈，一些中低收入的捐赠哈，就一个弱势家庭的捐赠啊，极乐寺也扮演非常大的角色，而且它这是我们等于是基隆市佛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那再来就是在给人骂哈，庆安宫。那庆安宫我刚才也介绍，除了他有月老哈，赞助我们集团结婚跟婚联以外，那其实庆安宫给人骂。这个是从乾隆开始就已经兴建，它等于是我们基隆算是一个对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宫庙。那它也算是因为我们是靠海嘛，所以在整个这个给阿妈在整个
基隆市的一个发展是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当然他们这几年也经常办很多公益的活动，那除了配合市府的一些政策上他们的活动来做协助以外，他们基本上每个医疗院所这个所有的一些设备，包含一些救护车或者一些需要救护的设备，基本上清安宫都有来做一个协助。好，那当然他每年也都会定期颁发这个奖学金，好，给一些弱势的家庭或者奖励这些大专院校成绩非常优秀的，好，这个诸如此类也很多啦，这些公益活动都他们基本上办得非常的多。那其实在整个像我们中一些宗教传一些宗教文化传承部分，好，清安宫也扮演一定的角色。那再来就是中山区的代天宫，那他基本上是拜这个不佑帝君，就是我们的吕先祖吕洞宾。那其实他这几年整个在公益上也做了，尤其在社区上他们有成立了社区的图书馆，他结合文化局，所以那边可以借还书，甚至很多学子在那边遇到考试的时候，对他就变阅读室，就这边很多人在使用。那另外他开授很多的班，很多文化课程，很多不见得是有宗教，就文化课程的班级，或者是一些运动，或推广太极拳，然后甚至也有算命，一些对算命超厉害啊。当然这个就是对，可能就类似紫微斗数这样子的哈。那也有他各种班级就让社区来使用。那当然他公益上也定期的在做，好，当然捐赠一些物资。我想这个也就是我们在甄选这个宗教公益上非常重要。那我们也非常感谢特别是宗教团体，其实还有很多还有很多。那有些团体他比较低调，他也没有说要来说去参加甄选啊，但是他们其实默默的在做这个公益行善。特别这一次这疫情，我相信也很多宗教团体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好，针对弱势或整个低收入家庭提供一些物资的需求，甚至对我们医疗人员的一些医疗物资他们也都做很大的协助。所以我想这个宗教在整个台湾的社会上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对我们一个心灵上特别在疫情面对比较脆弱的地方的时候，宗教甚至扮演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仰。是真的，就像阳明真主一样，就是照顾我们所有的人。而说到这个宗教，大家就会想到，哎，有不同的族群就会有不同的宗教，在不同的族群部分呢，也是我们民政处所照顾的范围内。要先带大家来看看，我们基隆市政府民政处在原住民文化会馆旁有办理这个原住民联合丰年祭的活动，每年都举办，每年都很盛大，而且都很棒。一块来看看。我爹爹在过年呢，拉呀奔。我好歹在过年呢，拉呀奔。非常谢谢大家。那在这个疫情的期间，那我们还是秉持的传统来举行这个丰年祭以及祭祖的这个仪式。我想这个是我们原住民族精神文化的一个传承，绝对不能中断。那虽然现在在疫情二级警戒当中，不过我们非常谢谢各位的一个安排协助还有配合，那我们还是依照防疫的指引来进行相关的活动。那一年一度的原住民的丰年祭，它代表的除了是丰收，也是祈求上天这一年来的恩赐。那我觉得这样的今天的丰年祭的比喻非常的好，就如同我们面对疫情的过程中，像昨天的疫情就是嘉陵，也因为上天的恩赐，让我们在面对疫情的痛苦，大家逆境而上，大家团结一心。那原住民丰年祭代表着原住民，不论之前我们原本的原乡，或者我们出外打拼，在每一个地方举办这样的活动，尤其在我们的基隆市举办这样的原住民丰年祭，我相信对于不论是我们在这边工作的从原乡迁出来的好朋友，或者在我们城市生长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原住民来讲，它都是一个跟本土跟族群认同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这个疫情当中，能够将基隆市把疫情防疫的工作做得更好，而且在防疫的各项，不管是就业媒合跟各项纾困的协助之下，我们基隆市真的让我们体验在基隆真的是幸福的。所以今天还来过阿弥阿赖一大和大家在阿妈波隆我在这个阿鲁曼和大家爱意在卡巴瓦诺听那么可以看到我们丰年祭就是传承文化，这一点真的很重要。我们要请教处长，历年来真的都每年都在举办，连台风都不没有停的。我想丰年祭对于原住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相当于是他们的过年。那对他，尤其是他们对于这个祖灵的一个祭祀，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之前整个丰年基隆市丰年祭原本都是在市立体育场举行，那其实我后来觉得说我们既然有圆明会馆，那圆明会馆周遭广场其实是我们基隆市唯一一块就是原住民保留地，所以应该在会场，在原住民会场来举办。然后后来我们就移师回来这个原住民的会场来举办。那个所有的仪式，当然刚才大家观众朋友看到的是迎祖灵啊，对原住民来讲是非常重视。那有一年我们还举办过海祭，因为你知道基隆市的原住民大部分来自花东，特别是阿美族比较多。那他们因为阿美族都是靠，也就是都住在海边为主，那所以呢，他们对于这个海的祭拜哦，对海神的祭拜是非常重视。好，所以我们举办过海祭，不过因为海祭这个仪式必须就是非常隆重，而且非常耗时，好，而且要一大早。那当然我们就举办过一次，后来经过同步他们说这个还是恢复原本仪式就好。不过我想这个也是让他们年轻的族人知道他们祖先曾经在丰年祭有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仪式啊。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丰年祭其实在整个台湾一个城市里面，我们基隆的算是这个城市里面原住民的比例算是非常高的哦。我们的比例其实在人口比例上是怎么样，我们基隆市的原住民9000多个，那所以在人口结构来上，我们人口比例高，所以对于整个原住民的文化的重视哈，这几年基隆市政府也花了很大的心力。那其实原住民他们对于这个丰年祭的重视，所以每年的仪式哈，除了祭祖以外，都必须要进行他们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所谓的舞蹈的竞赛。嗯，但是你会发现这几年他们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希望传统的原住民的舞蹈不是只有这种传统，他们结合现代流行音乐，好，把这个舞蹈跟这个做一个结合，所以越来越创新哈，越创新。那当然除了大家比较印象就是说，真的大家就是唱歌跳舞，非常热闹哈。当然这就是他们文化的一个传承。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透过丰年祭的方式，让很多的年轻族人知道，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有历史，同时对他们追根的一个非常的节日。那所以，我们也曾经办过一天一夜办到晚上，等于是接近快24小时而已。哇，到后面大家都觉得太累了，因为真的太累了。隔天很多人就哇，这个整个跳一整天，然后大家欢乐一整天，唱歌唱一整天，是非常累。不过我想，这也就代表说我们基隆市这个原住民文化的一个特色啊。这个当然我们没办法跟原乡一样，好，可是我们在整个希望让基隆市成为整个我们所有原住民第二个原乡啊。这个是我们在整个经过跟丰年祭的举办啊，配合整个说各地区的这个族人啊，我们集体来讨论的。所以我也觉得我每年的丰年祭都在8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啊，那今年是在8月27号。那前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有缩减啊，不然大家你会看到那天其实真的是人山人海。好，那我也欢迎哈，如果真的对原住民的一些文化哈或者有兴趣啊，也欢迎到我们这个丰年祭来参观。对，真的非常的热闹，而且他们真的是超猛。我记得有一年
台风天也举行，然后我记得台风叫做白鹿的样子，然后他们很可爱，我就站起来就说不用害怕啦，我们是原住民，最厉害的就是射山墙射白鹿，对，白鹿，哎，真的下午那个台风就走了，真是太厉害。所以就大家有兴趣真的是可以来参加我们原住民的丰年祭。那当然民政处在这方面其实帮了原住民很大的一个忙，就是要帮他们打造出他们专属的产业。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看最近呢一直都在的我们的原住民市集。阿美族人在台上跳舞，一首接着一首舞蹈，炒热现场气氛。场前市集人潮不断，客人挑选适合的手工艺品，有皮包、钥匙环，每个都是精致工艺。我要介绍的是泰鲁格族的产品哈，这都是手做的，这是那个多加手工艺，它还是会有象征这个祖灵的灵形，就是他们的祖灵的眼睛。对，喜欢原住民的图腾，因为图腾都很有特别，还蛮有意思的。另一头飘来阵阵的卤味香，各种特制卤味，光是看的令人食指大动。因为我们家这个原住民有刺中跟拿糕在里面一起，还有传统的原住民美食更是吸引民众来抢购，才开卖没多久就抢购一空。这个是花鳗，花鳗，对，这是一样，我们这边抓的。哇，那这边抓的那个海瓦布，对，你要晒多久？十个小时，我们这个用心的，跟飞鱼一样，跟飞鱼一样嘛，对啊，这个用心，这是飞鱼，对，这个是飞鱼，哦，这个就是飞鱼，对，这个是飞鱼，很漂亮，飞鱼干，对，飞鱼干，也是，这算是你们的主食吗？还是对原住民的？你比哦，原住民的这个语言就对了。对，啊，吃起来感觉是怎么样？哦，跟那个酒孔一样啊，这也是主食啊。这一方面它也是可以做配酒的食材啊，很好吃。它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有，连续三个月。啊，你跟来玩，顺便来买原住民美食。所以你这会来挖宝就对了，是啊，吃的宝藏。这里是原住民市集，为了推广原民美食及部落特色，基隆市政府民政处这次结合了北区各地的原住民店家，在基隆原民文化会馆广场打造富有特色的假日市集，试营运的首日就吸引不少民众来消费。原住民市集终于在千盼万盼之后不容易今天试营运，那我们也筹划了很久，因为希望能够活络整个海滨地区，包括原住民会馆地区的一个经济哈，同时也希望让我们原住民的一些传统的农产品，还有一些食品或者是一些文创的作品，能让更多的市民朋友来分享哈。那今天是第一个试营运，那预期在每个周六周日都会来摆设。那特别是在陈博会4月22到5月2号之间哈，也是每天都会有原民市集。那我希望透过这样原民市集的呈现，也希望带动整个周遭的一些观光哈。那我想原民市集，我们也让很多的原住民朋友展现他的美食哈，还有一些文创啊，特别是今天有很多摊位是包含他们原住民传统的食物哈，然后还有他们传统的手工食品。那我相信这些东西能让很多市民朋友了解原住民的一些文化跟底蕴，那也希望大家有空啊，在周六周日的时候来我们原民市会馆周遭的市集来参观。假日市集的诞生不止民众开心，族人朋友更是振奋，不少店家发挥创意，不但有美食，还有传统服饰，摊位也兼顾生活，更让外界认识原民文化。男孩子如果要找老婆，男孩子背情人带，如果没有老婆的要这样子背，在车边。哦。嘿，如果你有喜欢，那个女生喜欢那个男的，他就会拉这个情人带。嘿，如果结婚过的就是背这样子。背斜的，那就是不能拉了啊。的一个原民市集，那一直会持续到6月底。那我想在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基隆非常重要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聚落。我想这样的一个市集会展现出我们原住民族在基隆的一个活力，那也借由这样的一个表演，让我们的不管是本地的市民或者是外地的观光客，可以了解说原来我们基隆是这么有活力的一个城市。基隆市原住民会馆的所在地，那我想这边
有一个这么好这么大的一个广场哈。那今天市政府办这个原住民市集，我想这个可以让很多游客来这边。我们希望能够在基隆市有这样一个原住民市集，能够带动我们原住民的一些的经济的一个效益。哎，真的就是要推广文化，而且重点是帮他们找到了不一样的经济来源，或许都是斜杠青年。那当然在地方建设部分其实也有很多。我想这个刚才我们看到整个原民会馆的周遭哈，其实我们在前年的时候已经跟中央原民会争取到前瞻预算1000多万的预算哈，希望把整个原民会馆周遭的一些设施哈做一个改善。啊，其实很多人或许有去市里面有去过原民会馆，但不知道原民会馆的后山，我们那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观景台，好，整个有一个吊桥，然后往山上走之后，到后面有一个观景台，那边是观赏整个基隆屿，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点。那其实原民会馆周遭，我刚才有讲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是我们原住民的保留地。那所以我们希望在那边啊，让整个原住民文化啊，或者是一些能够在那边展现。那除了会馆的本身的一些陈列的一些设施好以外，包含整个广场，还有周遭，结合到海滨聚落啊，整个一个周遭环境，他们一个聚会所，我们在这几年就进行了很大的一些修缮跟一些修复啊，做一些另外的改善的工程啊，也希望这个未来那边结合整个阿根纳造船厂以及这个彩色屋哈，未来如果那个隧道五分车隧道哈，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说通往原住民广场之后，好后面有一个原本就是五分车隧道，我们那时候也思考，对，要思考怎么去做一个营造。那整个和平岛地区的廊带，包含正滨渔港，其实是非常最近这几年基隆是非常重视的一个地方。好，那原民会馆的周遭其实是一个体现，希望呈现一个原住民文化园区的一个展现，好，所以我们这几年在花很多心力在那个这边附近身上。那未来当然还会做一些馆区的一些改善，一些设施或部分一些摄影展或活动哈。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整个设施的改善，更增加很多来馆的参观人数跟这个观光客的人潮。然后把这个周遭的一个环境跟经济能够带动起来，啊，这是我们目前在整个作为原民会馆的建设上啊琢磨的一个地方。对，可以看到民政处真的很用心哦，就是努力的打造这个原住民园区，让这里亮起来不一样。那像这样的建设其实还有很多嘛，像在地方区里的部分其实也有。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像黎明活动中心，这绝对是我们整个在区政或民政上非常重要一环。那黎明活动中心其实大家知道很多黎明活动中心，因为我们受限于地形的关系，或者说一个整个都市一个环境，有些黎明活动中心比较小啊。不过我们这几年在做一个空间改善，希望黎明活动中心不是只有过去可能少数人或是一些长者在使用而已，希望黎明活动中心能更多活化。那所以我们也跟所有的这个各里民讲，就是我们会希望开售更多的一些课程，更多的活动。那其实很多里长他也用心，他在里面使用上，其实现阶段在整个设备中包含都可以健身，甚至可以跳舞，或者是当然很多也都会到里民中心去唱歌，对对对，那当然有的是成为关怀据点，他们进行共餐，所以这里民中心已经变成所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娱乐的这个休憩多元的中心在那边。那当然有些甚至我们希望未来的新建的里民中心，它要结合长照、托婴、托育的服务哈，能够达到一个更多元。那这几年因为我们在整个用地的取得上遇到一些问题，不过未来可能还有一些新的里民中心可能会在新建，那有甚至会用购置的方式啊，因为新建的里民中心其实花费是蛮多，尤其要买地，如果地不是我们的，可能还要去购地。那地如果是地我们自己的话，那你要看它的面积能够新建多少，符合大家的需求跟使用。那相近来讲，可能购置一个地点会比较妥适的。不过我想这几年在很多里长的一个管理之下，整个里民中心其实真的成为所有一个各地区各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休憩这个聚会场所。好，那这个在我们整个在里民中心的修缮部分，每年是民政处也花费了
好几百万在做每个全市的礼民中心的一个检验，希望能够营造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性环境，让很多礼民来使用。是啊，最后我们有两分钟的时间哦，我们要请处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活动要来跟大家推广？我想，刚才介绍的原民市集哈，那原本是在陈博会结束就要就结束了啊，不过我们因为疫情关系，我们又延长到八月底。那我们刚才介绍说，原民市集其实要发展整个原住民的一个部落经济，那希望他们的展现他们本身原住民的文化饮食，所以包含着可以看到很习以为常马告啊哈，马告食品啊哈，或者是他们原乡的一些农产品。好，或者是他们做的手工艺品都在我们原民市集来展现。那我想这个原民市集开办起来哈，非常非常多人期待，而且筹备的非常的久啊，所以说如果还有很多市民朋友没有去的话，把握时间在八月底之前，我们原民市集每六周六周日啊都有举办啊，欢迎大家来参观。那另外比较重要就是八月三十一号我们的联合婚礼哈，那即将在八月三十一号在基隆港空中花园来举行。那六月三十号礼拜五哈，早上好进行九点到下午四点的进行报名，那欢迎所有市民好朋友啊，如果有你即将要进入这个结婚那个礼堂的话，也欢迎来报名我们的联婚礼。是哇，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处长，真的太厉害，带我们看到我们民政处真的从出生管到死亡，而且好多好多的事情都在他们的运维筹帷下，也看到民政处有很强大的这个资源跟团结力。今天谢谢处长，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谢谢。